个苏台。我并没有重伤风，也不是白雪公主老友记，为什么一天到晚打喷嚏，这事情太稀奇。啾个苏台，难道有谁惦记我，在那里连名带姓把我提，所以我一天到晚打喷嚏，打一个不停歇。星星有一位小李，小李跪下了他的双膝，他一定要我同意，允许他成年女。还有一位就是那小鸡，小鸡也对我提出威胁，非要我爱情专一，要和他在一起。Thank you.